今天我要吃的是我面前的20盘烤肉。今天这种属于那种东北烤肉，看我今天坐这个地方就知道了，他们家叫地桌烤肉，更加亲民，然后更加接近于路边摊的那种感觉。你们不是一直想让我吃路边摊吗？所以今天就专门找了一家这种烤肉店来吃给你们看。然后今天是有小姐姐专门给烤的，辛苦了辛苦了。你们平常也都是有人给烤的是吧？我还以为专门给我配的人类似小姐姐系列，辛苦了辛苦了。他们家一共是有3种酱料，这个是黑胡椒啊，我爱吃黑胡椒。这个是干料，干料哦，东北烤肉都有这种干料。这个辣酱真的是烤肉店标配。这个是不辣的牛排肉是吗？烤了一份，这个是牛排肉，先来吃今天第一口吧。先蘸一个黑椒牛排吧。哦，挺嫩的。你们这个桌子挺矮的，你这样累不累腰啊？这牛排还肥瘦相间的呢，就是特别嫩的那种，虽然有点筋，但是还是很嫩。这边一共点了20份，有鸡肉，还有牛肉，还有什么五花肉，然后有辣的，还有不辣的。这边还有2份腰片，圆圆的是猪排。我刚才3种味道都尝了一下，确实是黑椒的更好吃。干料就是孜然味偏重一些，这个韩式辣酱多了一点韩式烤肉的口感。天空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，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。哦，你们diss我的衣服了是不是？不眼熟吗？这不是我亲爱的花下团的衣服吗？我其实今天这件衣服你看里面，我比你更糟糕，我觉得太丧了，所以随手抓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。我今天是在望京的马路牙子地锅烧烤。哎，你看这个猪排，就是烤的上面有网格那个形状，感觉在吃很高级的牛排一样。而且我突然发现这种网格的烤肉它有个特别好的好处，就是它不会积很多油，它那个油都直接烤的就直接滴下去了。我先蘸黑椒的啊，因为刚才觉得黑椒的最好吃。剪的时候我以为会很干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比牛排更软，就是特别香。看这边是网格的那种。这个是什么肉？肥牛啊，肥牛，烤肥牛了。是不是现在应该叫什么？一起跟我喊火了火了火了。这个是肥牛，这个就不用小姐姐自己剪了，已经是切块拌好的那种。这个会比一开始吃那个牛排筋性更大一些。你们都知道牛肉就是筋多，可能会稍微韧劲儿比较大，这个就是韧劲儿比较大，但是并不那么太香，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牛的肥油。一个人能把这个20盘肉都吃吗？可以啊，第一次看见一个女孩这么瘦，能把这么多肉吃完的，这两盘一般都吃完差不多。你们家烤肉好吃，可以吃得多，歇一会儿吧。两个人，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这种烟熏火燎，然后坐在马路边上的这种感觉。啊，感觉这个肉更大一些。老板说这个是腌过的，所以很辣，就是不太建议蘸料吃。我先这样尝一个原味的。还真是挺辣的。
汁水丰富，就是辣椒的味道很重，不是那种四川的那种香辣的辣椒，就是典型的东北辣。这种肉就可以称之为鲜嫩多汁了，真的是鲜嫩多汁。下面就可以吃五花肉了。我说下面就可以吃五花肉了，有人说恭喜。两个人给烤的带鱼可能也就只有我有了。拍到这些肉冒泡泡了，就是滋滋冒油冒泡的那种。煎一会儿吧，手烫不烫？坐会儿吧，今天人家小姐姐一个人干了十个人的活儿，让她坐会儿吧，老板。因为这个我都觉得很烤，别说人家了。是不是有一个肉被老板给夹走了？烤焦的地方特别好吃，特别脆，比软软的更好吃一些。今天的弹幕话题就是你今天的午饭吃了什么。弹幕开始，这个弹幕肯定能弹得起来。我今天中午吃的好多哟，牛肉拉面，还有姚记的包子，还有姚记的炒肝、炒饭，20个炸鸡腿，还有炸糕，想不起来了，好多各种乱七八糟。我看那边有写加鸡蛋，加鸡蛋是什么呀？就是一点冷面、辛拉面里面可以加鸡蛋。我以为这上面还可以煎鸡蛋。啊，你还有冷面？你刚才是说冷面吗？哦，都有冷面。要吃一个降降火、降降温。这个椒盐呢，跟刚才辣的不一样。这个椒盐的上面还有花生碎吧？吃起来特别香，花生香味特别重。就我前面的这个就是腰片了。刚刚那个猪皮的地方已经酥得像锅巴似的，掉咔嚓咔嚓的，只是酥还不是硬。牛腰脆的，又脆又嫩。有点咯吱咯吱的那种脆。没有香菜，里面是有冰的，正经的冷面里面都是有冰的，但我没想到是拿这种茶缸子装。我头一次在北京吃的冷面里面有冷面酱的。尝试不辣了。要，我跟你说，吃完烤肉之后必须标配一碗冷面，这是绝配。支持谢谢关注，今天晚餐结束了，一共吃了20盘烤肉，他们家每一份应该是半斤左右，然后最后又吃了一碗冷面，哦，还吃了老板3瓶调料。好，谢谢大家陪伴，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大雷mini，还有微信公众号大雷mini，都是不加王的哦，都是大雷mini哦。每日一歌，来呀，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好了，挥手一分钟。